大家好，我是京剧老生演员张建国。今天呢，由我带领大家赏析京剧艺术，谈谈京剧的事儿，感受国粹京剧艺术的魅力。下面我说一下呢，京剧它的一些概述的一些理论方面的一些事情。我会结合我们的理论来谈一些我们舞台上实践的一些话题。京剧，要谈京剧呢，要从中国戏曲谈起。中国戏曲呢，与这个古希腊的戏剧和印度的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典戏剧。那么中国的戏曲从形成至今一直蓬勃的发展，在民间，在我们的舞台上，不但可以看到我们传统的经典，还可以看到我们线下与时代同步前进的新的剧目。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宋代，戏曲文化可谓丰富多彩，源远流长。文旅部2017年普查显示，全国呀现存剧种有348个，除了京剧，还包括像昆曲、豫剧、粤剧、川剧、晋剧、秦腔、汉调、藏戏、河北梆子等等。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，戏曲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形式，更是一种文化载体，它也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平台，讲述故事、讲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平台，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文化，表现了中国历史，是中国历史的百科全书。那么谈起我们的戏曲，谈起我们的京剧，谈起我们的各个地方戏，每个剧种都有它的代表性的传统剧目，甚至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众多的剧种当中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有不断消失的剧种，但是这不必害怕，同时也有不断形成的新剧种。所以说呢，随着历史的前进，时代的发展，中国的戏曲还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的，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下去。清乾隆55年，也就是1790年，乾隆皇帝80大寿，徽班三庆班进京祝寿，随后陆续进京的有四喜、春台、和春，当时并称为四大徽班。后来一些汉调艺人进入徽班，经过徽、汉、河流，并借鉴吸收了秦腔、昆曲、京调等诸多艺术元素，融会贯通，逐渐形成了京剧。大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左右的北京，所以说呢，它叫京剧。京剧并不是北京的地方戏，它是国剧的意思。京剧即我国各种戏曲之大成，民国时期一度被称为国剧，历史上还曾有乱弹、皮黄、评剧等称谓，作为中国戏曲中影响最广、观众最多、艺术成就最高、
最具代表性的剧种，被世人称之为国粹。2010年11月16日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京剧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，把京剧艺术列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。这也是世界文化对中国京剧的崇高定位。著名的歌唱家、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曾经说过，京剧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门艺术。为什么它难？因为它的综合性和虚拟性，以及它包罗万象的广阔的胸襟。纵观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史，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。标志性的文学艺术门类如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等，实际上从19世纪末以来，京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粹。以下呢，我就从3个方面来讲一下京剧的审美特征。